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大家做现场。现在是一点到一点半，好股票要跟好朋友分享。虽然今天跌了100多点，哦，开了一个三点低盘哦，这个三点低盘嘛，震荡走低，视为一低承接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，我们看到。大家都想说哦，涨才去追股票，其实跌才要买股票。你要倒着想，整个讲趋势还是向上，不会说一天拉回啊就趋势下完蛋了，没有，没有那回事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我们来，我们看 K 线图就知道，它守住五日线嘛，因为昨天拉得太凶了嘛。昨天外资买了400多亿，笑的咧，我袂买啊，你听，当然又给你引诱啊，昨天在加空嘛。加空单加空手，他今天因为美国股市拉回嘛，那美国股市会拉回是 Invidian 盘后是下跌，他业绩很好，但是在中国的销售量减少，以至于这个盘往下，所以今天杀到的是什么 AI， 对不对？辉达是504块，我说辉达上504块是好事哎，啊竟然在杀 AI， 所以是就是怎么样，筹码凌乱，一听到坏消息马上就跌倒了，可是。IC 设计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整个是可以说是一样股票两样情啦。好，所以我这一波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什么股票，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嘛。即便今天股市下跌，我的股票不见得会跌，而且我跟你讲，1417463会高点。对，我这几天都在换股操作。那我们来看这个上柜的这一部分呢，上柜的部分呢还是涨啊。上柜的部分，好，我们来看上柜的部分。上柜的部分还是涨啊，我们看到上柜还是涨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退出来一下。哎，这个电脑有点怪的，没关系哈。上柜的部分还是涨，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什么？注意我们手中的股票，好，手中股票如果你买的。去追高，那当然会比较头痛一点啦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一追高哦，这个一追高哦，这个就麻烦大了哦。所以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情就是这样子，只要贵买这边不转弱，那这个就是行情就是这样子哈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跟大家讲的什么？3443，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还是我们来看我 AI 金头脑，好，你看17770，我1450跟大家介绍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子股啊，1450到现在，你看大盘跌它也是照涨啊，今天涨30块啊，对不对？再来联发科，我就是在做这些股票啊，941块，这个是从710块就跟大家介绍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那前邦也是一样啊，就是我们一路跟大家介绍的股票嘛，也是上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看这种行情这样子的话，所以选股不显示啊，对不对？选股不显示啊，你看我每天都给你介绍这些股票啊，联发科啊，好啊，前邦我出掉了，好，2385我出掉了，好，这个是我们138.5买的，我已经出掉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在买股票的过程里面呢、啊。我们在买股票的过程里面呢，就是秉持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操作，好，我就讲的跟做的一样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邦的部分呢、啊，也是一样啊，54.5到现在再继续的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，有些股票我像秦电呐、啊，这个秦光我先出掉，因为有些涨得比较高一点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再叫你说，哎，你来替我这个跟丢，你知道，我不会让你走。啊，你推下更久的没意思。那我买什么股票，我都公开的讲，公开给大家验证。好，那个主播导播这个电脑有一点问题，麻烦你再调一下。那个这个，所以说你看，我都给大家验证。比如说像立端6245，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开盘不久就再拉到涨停板。好，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来，我们拿给大家看，我97块买的，今天涨停板，公开会员涨停板，我是。大岁很浓雾，哦，大岁很浓雾。立端，11月17号，上个礼拜五买的，97到97.3买的，本益比偏低。为什么我讲它本益比偏低？
很简单嘛，他赚多少？他赚六块多哎，六块多九十七块，估计今年少说也要赚八九块钱才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就是今天会拉涨停板？他前波段涨过嘛？我昨天有跟你讲什么？这个会补涨，这个会补涨。你看哦，九十七块三毛买的，哦，九十七块到九十七块三毛买的，我都印下来哦，给大家看，中线看涨有没有？它因为大盘已经涨到上面，它还没有涨嘛，所以这个叫补涨股，补涨股也是一样会涨啊，补涨可期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样这个线型告诉你底部做好了吧？它当然拉出一只长红嘛，所以今天拉出一只长红对我来讲也是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六二四五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买的股票嘛，哦，我都是事前的告知，事后来验证嘛。你看的节目是应该是这样的节目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换股，我 A 换成 B， 那你说是漂不漂亮？当然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把赚的钱放在口袋来转进比较没有涨的股票，目前我们就是这样做，沿路的上来，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对我来讲也是忍耐好三好几天啊。我那一天买的啊，九十七块买的啊，也是忍耐三四天啊。啊，老师这个怎么不会涨啊？今天不是涨给你看吗？对不对？涨停板啊，另外的神机也是一样啊，神机也是两只涨停板的啊。哦，我九十四块买的，攻破两只涨停板，来了以后神机沿路的上来，第二只涨停板九十四块买，九十四块买的，当天涨停板，隔天再涨停板，对不对？这个证据会说话了。哦，我有买什么股票，我都公开的跟大家讲。我都公开的跟大家讲，神机3005，啊，今天大盘跌啊，今天大回了嘛，那到104块，你说敢不敢买？敢买还是会赚啊？为什么？这边都没有跑啊，这些法人哦，天天买，昨天买5000多张啊，这里买3000多张了，这里又买5000多张，总共买的差不多快要将近20000张啊，那你怎么跑？跑不掉嘛，跑不掉，你看今天遇到利空，它就洗盘嘛。很正常啊，啊，你就利用这个洗盘的机会，新进的会员我就带你进去进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一定要价比价，哦，比如说我跟你讲散热模组，散热模组我以前我都做什么？那个旗宏嘛，3017，那我这一次为什么不做旗宏？他为什么大盘过他过了，筹码面出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筹码面出问题了嘛。这曾经是我的最爱，我去年一月到六月，人家赔得要命，我单单做这一根股票九十块九毛开始做，做到赚一倍，到125块，低买高卖，核心持股来回操作。那今年你看，很多人都看到我啊，很多人看到我，老师你的旗宏啊，他知道我前市场只有我在讲旗宏，那时候。但这旗宏下面不一样，那气压呢？因为我那时候发觉说，它是散热，不仅是我们手机这边散热，它还要做车用散热，现在 AI 散热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样的是励志，我去年也有做过，哦，我们161块买进的3483，这是21号昨天才买的3483，来我们看3483，啊，今天不是跌吗？那么我们的股票为什么会这样涨？趋势的力量突破新高，外资持续的买进，对不对？最高到176，那昨天161嘛，今天最高也快要赚一成了。怎么？这是证据会说话嘛？我一努力夸哦，证据会说话嘛？哦，你看的节目是像我们这样，不是？哎，收完盘来讲，我买什么股票啊？我涨停板一大堆。我们这个有 AI 镜头脑显示出来就是向上攻嘛，它趋势向上，我们都是买来等它涨的嘞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做股票的方法，这跟大家来分享啊。啊，双红也一样啊，再创新高，这个双红啊，310块买智能标股里面是3324，这个也是刚刚创新高啊，也是安全啊。好，虽然今天有小跌，我旗宏我就不做了嘛，我就做双红嘛。哦，那因为这个价钱比较高了，
这个价钱比较高的话哦，这个当然不是每一个投资人都可以买得起的啦。前市场在讲华通的就是我第一个啦，48块开始讲华通，对不对？2313，今天华通到这边啊，你昨天有没有看我的节目？你有没有看我的节目？你昨天看节目，我怎么跟你讲？华通67块过不了，有没有看到？67块就是卖点，短线67块是卖点，对不对？像我也在讲安国啊，8054啊，昨天出二分之一，这个是因为轧空的关系，又涨停板，哇，又涨停板，轧空嘛，轧到空单了嘛，又上停板。哦，这个我也很早就跟你讲了，它因为合并一个半导体的问题嘛，就像好像文业一样，文业我那时候3036，我那时候94块107块买的，然后上去148块，公开到153，公开卖出，还手可以做空的。你看，股票就是这么好玩，多空都可以做，但因为我不做空嘛，我就不跟你讲空的问题嘛，对不对啊？我的事前股都在这边，我等一下再拿给你看嘛。有些股票是这样子哦，大盘在跌，它不见得会跌；大盘在涨，它不见得会涨。它有时候是逆势的，像今天的我刚才所讲的利端就是逆势啊，因为它前波涨太多了，它是属于网通的部分，它涨太多了，它跟华星光有类似，但是它业绩好啊，它业绩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现在在选股是考虑到你可以报过年，还看到明年去了，这个就是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了。我买的股票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买股要买强，要买领头羊。前波段我都在做领头羊，包括四星 KY， 很多人在讲四星 KY 3661，我怎么跟你讲？它3225就是过不了了，3225以上都是卖点了。短期内是这样看的，这个是不是领先上涨、领先创新高的股票？那你不能说一直在买这些股票啊，我总要把它带出来换别的股票嘛，把赚的钱拿来买别的股票嘛，那你就不怕了嘛？留住你们家寡嘛？你说，哎呦，老师，涨到17400点，你怎么敢买股票？我前天不是在买股票吗？我上个礼拜不是在买股票？我昨天不是在买股票吗？问题是你们看的节目都是拿涨停板出来讲，不然就讲以前的绩效。以前的绩效不代表未来了。我不讲以前的绩效，我讲现在你怎么做？你要安怎做股票？你爱看好今年的名，第一看基本面，第二算筹码。对不对？要有实战经验的人啊，找有潜力的股票。今天胜败分类一看就知道了，我也不要争什么。但是我看出来每一档股票的时空位阶不同，趋势就不同，对不对？你要真的想赚钱，可以加入我们 LINE A 小老鼠 YES 168。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好股票要跟好朋友分享啊。我们 AI 金童老师，我的补助工具啊。为什么？人总有盲点的，即便我技术分析很好，也一样。这个还会涨啊，还会涨啊。结果豆桃山你还不知道，它还会涨。当然，你可以用技术分析来说啊，它是在高档出现十字线，在高档鹰吞食，在高档乌云罩顶，在高档跳空而下，这个都是反转的信号嘛。但是它反转的信号要看它整个筹码面，假如说主力没有跑，哦，比如说你看。四星，你看这个是反转，哇，好像头呢，看头回头，不是头，还在创新高嘛。那至于它会不会涨，那我讲比价嘛，比价关系嘛。我买莲花科，莲花科今年估计赚40块，前半年已经赚30几块了，对不对？二十前三二十几块30块了，第三季这个也是一样啊。你看四星 KY 也是，它是真的。真的是赚很多啊！我也没有讲他赚30块啊！啊，莲花科2454也是赚32块啊！啊，为什么他我900，按你就3000，三倍，啊，你都卡后嘞，对不？啊，你总是要等我涨嘛，等我涨上，你要涨再涨嘛。IC 设计是每一年的这个旺季都在，今年提早，因为要选举的关系，都提早做。为什么？因为11月15号以后没有财报了嘛。财报空窗期嘛，要走在你走，拢没
我都目前嘛会使做呀，无业绩的嘛会使做呀，在有丢咩好有就好啊。但是回头你将来你会看啊，我去钓管钓钓啊，惨啊，一去不回头了。很多股票是这样子啊。那你看到很多股票就是因为主力做手在那边乱拉嘛，啊，你就进去买，啊，买就套，啊，套了你就，你们处理股票又不会说啊，我晃着，就是一直晃着嘛，等它有蓝天嘛，对不对？请它晃晴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 AI 2382，这大家都嘛讲真好啊，你看这个头部这么大，怎么过得了啊？2376。头部这么大，怎么过得了啊？对不对？3231还好，也是一样。为什么？涨太多了，涨太多就跟长荣一样嘛。长荣前市场我卖230块，阳明卖230块，万海卖320几块，我在买，你们都是航海王，全部死光光了，全部沉在海里面了。我唯一可以幸存了，为什么？我老早就跳船了。AI 也一样啊，我7月31号就跟你讲，那个会假突破，赶快跑！哎，就是 AI 的分水岭。你看我的节目，你就要看啊，这个保护你们的节目，你们才要看啊，不是天天在拿涨停板给你看，还隔空抓药，天天都是涨停板，啊，那个是假的，我们这个是真的，给你看嘛。我说的跟做的是一样哦，这个是一般老师做不到的，我肯定的跟你这样讲，为什么？我实实在在。我是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的带会员，我把会员的钱，我知道他们钱有限，我就卖 A 来买 B， 卖 B 来买 C， 这样子把资金活络，把资金发挥到最高的效率。盘有时候买不对，盘整，忽掉过来，买强的，逆的较紧嘛，因为时间不等人嘛。每天指数涨100点，100点已经涨了1400点，你在那边等，你可以等吗？不能等，对不对？那。涨多的我卖掉，回头再来买，不要涨的又上来了嘛。利端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例子，神机就是这个例子。这些股票都很少人在讲，我都是买在未涨之时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。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，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。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，2394-61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现在外资买这么多，今天五日线外资跑不掉。我们再来看贵买这边，确实是很强，还在创新高。我有讲过，只要贵买在创新高，没有下跌，这个行情没有结束，外资不会这么样的撤退。哦，而且前几行情也慢慢的会展开。那么到这个礼拜24号前登陆总统登陆，已经陆续的登陆了，应该是有3组人以上了。哦，那这个很正常了。大家嘛想要做总统，对不？你问阿扁啊，做总统上好啊，够比这较好，敢愿意赔嘛？啊，无我无你要安怎？对不？就是安尼嘛。这个就是没有话讲。但是因为有选举行情，有年底作战行情，对不对？然后美国股市带动啊，这个就很正常。所以你要跟一个有经验的老师来布局有潜力的股票，而不是每天在那边讲涨停板，嘿不好。那真的是追涨停板，有时候豆倒山你就挂了。现在投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 LINE A 小老鼠 YES168， 像原像我们 AI 金头脑138块买进，11月8号到现在，我们来看3227，
今天又涨10块钱，对不对？啊，股指数不是跌吗？它为什么会涨？筹码面的问题，筹码得到归宿嘛 ，MACD 向上嘛，技术指标、筹码面、基本面都 OK， 那就 OK 了嘛。这个股票就一直涨嘛，涨不停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子涨？就是这样涨，这是我们 AI 镜头拿买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140块再加码的买进的 ，VIP 148块，这个是几月几号？来，我拿给你看一下，这是 IC 设计里面的20号，礼拜一买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茂达157块到现在6138，但是你今天不要再追了啊！你今天就不要再追了，这已经喷出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工欲善其事，这个都是我们 AI 镜头脑显现出来的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要买好的股票，才有好的这个成果会给你看嘛。你不要说哎，随便乱买股票。你乱买股票，你一定要买有基本面的股票。像我买励志，你看这个，我昨天也在讲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已经叫买进了嘛，励志还是 OK 啊。我们昨天新进会161块买进。所以啊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来，我们再来看 AI 金头脑，长线钓大鱼，短线获利王，这就是短线的获利王。然后我们要打开这个智能显标股，这是21号的，就开始有一些股票出来了，励志就在里面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新意也在里面，新意也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技嘉它反转而下了，到了，对不对？到了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。22号的，还景研来641，你看前天20号叫买进的，今天就拉成这样子啊，是不是提早1000？对不对？提早1000告诉你会涨，景星科一样，你看这里就叫买进了，11月6号就买进，但是你要爆它才会喷出，我的这个就是这样，研相也是一样啊，爆喷出，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他提早？好的股、好的系统一定是提早买进。你们的系统是涨了很多只才买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用期货的概念来做这个股票，就是提早用30分钟现做，这个区别就在这里。来，我们再来看，拿给大家看一下强势股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都是比较像技友也是很强啊。这个我上一次有跟人家介绍过啊。哦，这个技友哦。那星星这个是反弹，星星也是很可怜哦，从180块放空到145块才叫买进，沿路的买进又上来。你那时候180看过这个懂得卖，那这里懂得买，是不是很轻松啊？很多人在讲星星啊，你星星套牢啊，你他们都套牢在这边买的啊，啊跌这么凶，老早就毕业了嘛，对不对？AI 金头脑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，快很准，长线钓大鱼，短线获利王，操作没烦恼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们的绩效当然绩效为过去的绩效未必代表未来，有些我们开始做卖出来换股的动作，我们不去做追高，我们是拉回来买，或是底部撑起来来买。第四季感恩回馈，年终岁末欢乐大放送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想赚钱的投资朋友，赶快加进我们的行列。我一支一支的会推出来，我们稳扎稳打，从今年赚到明年，让你赚几年，让你出来金文财报摸出来。为什么？稳稳的做，长期稳定的获利是你追求的目标。不要每天去追涨停板，我们是买来等它涨停板的老师，跟追停涨停板不一样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想赚钱的投资朋友，打起电话来，买一送三，让你赚就是赚。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！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